号，江一燕发文回应与罗红关系，称二人是多年好友，且未伤害任何人，破坏任何关系，并表示自己也有多年固定的家人，希望大家给予一定空间。至于文中固定的家人是什么意思，媒体求证江一燕工作人员后，对方回应表示，固定的家人就是男朋友。据悉，昨日有八卦媒体曝光某蛋糕品牌总裁罗红深夜带神秘白衣女子返回别墅，而早前江一燕曾首度松口承认恋情，男方正是罗红。网友纷纷猜测江一燕和罗红是否已经分手，芒格拉新闻大家都已经澄清了，不打。